小金童，路转，是我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啊？你感觉到很奇怪吗？啊，你是来找伊恩的对吧？你怎么知道这是伊恩的家？我，哦，你跟踪他？哦，你吓到我了。 你是在审问我吗？你什么身份呢？沈总的下属还是伊恩的男朋友？是，我就是他男朋友。你在这儿干嘛？啊？你，我在这儿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我住这儿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我家在这儿。我。 要不要我配合你一下啊？你是有恐吓症还是怎么样？有病赶紧去治病，我奉劝你，就你这副小身板，别装了。你俩闹够了没有？